剥核桃喂他们吃的。对啊，现在是怎么一回事？老师，你们剥的。你看很贴心的，要把舌头剥一剥。哇，好碎哦，碎到。你们两位现在是总共跑了118。这是给谁？啊，给静华。哎，你好，谢谢。宣传我们好像跑了118。那我们也是。118。那个剥核桃，剥核桃，喂他们吃。对啊，我刚吹很久哎。可是我们那时候不是说都有一个父母的位置，心碎的声音，对不对？但是还是哇，哎，你看为什么人家可以这么帅的播完，然后导演你，你上次粉丝送你那一颗，你有打开吗？有，里面有藏字条，哇，用嘴喂啊，哇，很厉害，因为不能说，赶快，哇。你要把它哪里开的？他要哪里开的？你在下面哪里开的？很厉害。因为我上次粉丝送我打不开，我叫法比欧帮我开。哦。那法比欧更强，他就啪开了。他这样子，两只手指头。两只。那你刚用哪里？你刚刚哪里开啊？放在手腕上压。你刚刚下面用什么压？手掌。腕上压。哦，因为你刚刚误会。歪了，歪了。你这个都碎成这样，回家吧。你要喂他们呢。来来来，心碎，对，是的，心碎。我们要听到就是心碎的声音。好，还好，你们没有，不要，导演只给你一个哦。你们现在这样穿的是你们戏里面的制服，对，是同样一件吗？对，是星座同一件同一件。那你们愿不愿意5000万把这一套捐出来？对，拿出来拍卖。拍卖，拍卖。我说5000万把这一套脱掉。脱掉，脱掉，捐出来。当场脱，然后卖掉，义卖。原位制可以吗？可以义卖吗？是不是很赞？可以啊，公益性质 OK 吗？确定后面会不会再穿到？就随便啊。就是一个，如果后面要再穿到这个，应该不会了，只有一件。它后面不会穿了，因为你们票房一直往上冲，后面就后面应该不会再穿。对啊，下一次来就。可以啊，5000万捐出去，真的，这倒是蛮好，蛮好的。对啊，5000万好像但不能洗，要有香香的味道。从今天开始就一直穿着，很香，好 local 哦，原味的，原味要卖原味的制服。好，那你们粉丝感觉越来越多，你看左边，你们的右边。对啊，我刚刚想说，月月书店会感谢他。对对对，所以就一直有没有遇到什么？有没有开始人气越来越高？有没有遇到印象深刻的？告白。我遇到我们有一起遇到，我们被送内裤。被送内裤？内裤吗？三角三角，红色的女生的送女生的，送男生男生的性感三角裤。谁送？粉丝。我们是越过去，然后就接到，我们没有就丢内裤出来，就那个，有一个送我们两个一个发圈。哦哦，对，法箍了，法箍，法箍，我是皮卡丘的，我是那个小兔子，小兔子，还有人送核桃，哦，还有人送核桃，然后上面有写一个喜阿汉的，哦，那个内裤是包装好的还是？包装好，包装，完整完整未拆封，打脸了，完整未拆封，打脸了，原味内裤的，原味兔纽盒吗？我是还没穿。什么颜色的啊？什么颜色？我是红色的，红色对吧？红色，我看到他那件是红的。那你去金马就可以穿啦。幸运内裤。这样感觉金马就被 Q 说来拉出来。对，就是的。入围新人奖，我送出来的。对啊。我还没看，好像灰色还是橘色。哦，你的颜色不一样，两个颜色不一样。对啊，可是入围新人奖都会穿红色。你看，宝宝，你去年入围的时候，你有穿吗？你看，你没有，看对啊，没有穿内裤，穿内裤还是很脏，就穿在内裤是不是？没有穿内裤啊，有穿内裤，但不是红色。哎，对，你们是前后入围金马新人啊，就是宝华可以，学长对，学长可以跟那个森森讲一下心情要怎么样，经验谈，请说。就是大家都说你会等就不会等，了解了，不要乱讲。没有，我觉得反正就平常心，我是不会跟你说你会得什么，对，因为我觉得真心的祝福是你在上去那一刻为你感到非常。
那样就好。就是你真心希望一个人得奖的话，是他走上台那一瞬间，你真的很开心，然后为他感动那种感觉。不是说我不要紧张哦，就你等一下可能会上去哦，说我不会跟他说那么多。金马练功，很想要拿到大礼包的。没有刚好练过哎，大家想不到。对啊，去年还没有到。你是很好吃。那华华就是有被点名说是遗珠以及入围的遗珠自己心情怎么样？老实说，没有入围的时候，其实心里有一点点小难过。但其实我超难过。我看完文老师的那个映后说明的时候，其实看完就觉得真的没关系，可至少有些人已经看到你。些表演上面的表现，那就够了。好啊，我的入围你不知道可以分你入围掉。哇，那我要变过。说明就是直接一定要攻这一个变过。对啊。然后这两给他吗？然后这要给吗？妈妈关。给你啊！就是一个电锅嘛，去年那个华华入围的时候，我们那时候你刚好在宿舍，你不是有那个洗发精吗？你们是一起用的，又一个洗发精。森森，你当下知道你入围的心情，那时候在跑映后嘛，对不对？那时候在电台，对电台，又突然爆哭吗？有啊，那边其实我们在电台的时候已经。录到有录到苦，那我们下午就在说，要不要先准备一些什么的讲感言，然后就写了一篇普通不痒，我就开始写，我就说很无聊，我说先不要讲说要讲感言，先想怎么选感言了。对，那时候曲导就在我们那个工作群组说，我觉得不用想，对，不用先打好，对，对，因为你不一定就是不要让自己有什么期待这样子就。不会受伤害。结果，然后当下就是一开始知道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们在录电台嘛，然后就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尖叫声这样子，然后就是我的经纪人就跑过来尖叫，然后说陈浩森，然后那当下其实我真的是就是脑袋是麻的，就是没有感觉这样子。我第一次看他经纪人，谢谢。啊，凤梅姐哭了，对，所以是凤梅姐大叫，对，大叫。然后我真的，好有画面，那有什么声啊？对，好森森。然后给我四个字，知道？啊，给我四个字，一二三四。我还没看，给你们都 get 到真的。我真的觉得，就是我落泪的是，大家开始说恭喜的时候，我好像才意识到说，哦，好像努力被看见那种感觉，然后才开始想哭。有啊，结束之后，当然有跟他说恭喜，然后也很开心。可是我觉得在那个当下，他需要一个自己的舞台，所以我们就是给他自己冷静的。然后后来静华也有来抱我。那当然是不能在镜头前面暴露。我吓大家。我跟法表有准备一个惊喜啊，有准备一个秘密武器啊。但是我不能先说这个秘密武器是什么。在之后的不管映后，我觉得映后吧，映后映前可能会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是粉丝会很开心的那种吗？还是一定会很开心，而且会很感动。就你在跟神父告解，然后粉丝在中间，哇，一起握手，念玫瑰记，